立正，敬礼，请坐下。每一届吼，我若伫上这节课的时阵，是所有的同学也好啦吼，学员也好，包括我拢很高兴，因为三天的受苦吼，等一下就可以回家。啊，你们这次觉得有没有得到东西？哇，这三天有没有得到东西？有没有得到很多东西？有吧？有哈，很多东西是什么意思？哈，很精彩啊！因为顶期的迄个夏令营，啊，一挂学生拢甲我讲吼，奇怪呢，恁这老师所上的课吼，甲阮学校读的拢无同款呢，看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，啊啊！特别是昨天哈、啊，昨天那个升旗典礼，你们有看到吗？哈、啊，那个三百多位里面呢、啊，有二十几个人都掉了眼泪，啊，你们没有办法来感觉哈、啊，感觉讲。啊，奇怪，遐大人爱伫流目屎是安怎？其实是即个五六十年内底吼，台湾人确实伫即个伫这土地顶悬吼，受到的迄个委屈是足多的。啊，即、這个委屈呢，到今日为止吼，啊，还阁伫继续伫受委屈。啊，是想到即种的情形吼、当然啦、啊，有个人听到即个美国国歌升即个美国的旗起来的时阵吼，啊，这個、感触吼、啊、很深啊。啊，目屎就黏了。啊，特别是一挂迄个老的奥利桑、奥巴桑吼，啊，听到迄日本的国歌吼，哦，更加不得了，吼、哦。啊，包括咱的何瑞嘛是同款的，伊咧讲到这个美国65年内底吼，对咱台湾的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做不公平，对台湾人的不公平的待遇吼，啊，伊嘛是有，伊是真情流露，哦，啊，眼泪就掉下来。那我知影你们都很年轻了，你们未必吼。哦可以感觉得到，啊，所以这个借口一开始吼、哦，我要来跟恁来检讨哈，检讨这两天所上的课内底的内容。我相信恁读册第一点所读到的，讲10月25号，中国国民党甲咱加工迄时叫做台湾光复节。啊，我希望讲这个台湾光复哈、哦，啊，恁已经知影。台湾有没有光复？台湾人在那个时候建书啊，打仗书啦、啊。那阵咱打仗的时候，台湾人是跟什么人修建？跟谁修建？美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美国修建，啊，台湾人怕输，啊，美国跟中华民国是同盟国，啊，美国在那个时候是咱台湾人的敌人，所以同盟国嘛是咱的敌人。啊，今日台湾人摕中华民国迄顶帽啊。卡在家己头壳顶，讲我是中华民国人。你要看这个神经上面精神上面哦，也错乱了到什么样的程度？因为中华民国是以前和台湾人对抗的呢，咱台湾嘛有派兵，日本人迄当阵叫咱台湾人吼，往那派兵，因为台湾人伫战争的末期吼，日本的宪法伫台湾实施以后，台湾人嘛是日本兵呢。台湾人迄当阵是效忠日本天皇呢，啊，效忠日本天皇去甲中国和中国人作战，啊，一个说建了了后转来台湾，哎、欸，啊，什么台湾人拢变做中国人，这是迄个时阵吼，到今天为止啊，全世界其实无一个所在甲咱台湾人同款的境遇啦，同款的所在啦，我以记得真侪人吼，包括这个。啊，恁大家拢知影有一个真有名的医生啊，叫做国泰医院的迄个，伊本来是做院长哈，啊，即摆做国泰医院的副董。伊这个医生真有名，叫做陈凯模，足够读册，囡仔时阵足够读册。啊，读册时阵吼，伊甲我讲哦，伊讲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时阵啊，伊是初中的，高中啊，高一的学生啊。迄个时阵已经知影讲吼，什么坏，什么样。的情况安怎讲呢？在迄个时阵，伊感觉讲，因所有的同学入听到日本天皇的迄个奉上吼，讲啊做日本建书的时阵所有的同学拢流目屎。当然嘛吼，家己国家建书流眼泪是很正常嘛。啊，这流眼泪表示啥？啊，都迄张建书，但是真奇怪就是讲，
伊种个心情哦，敢若一礼拜尔尔啦，一礼拜个感觉就讲见书，安那形容一礼拜后啊，讲接到迄个一挂飞机，等一挂传单啊，呼应啊，讲哦，亲爱的台湾同胞们，哦，你们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。啊，奇怪啦，以前是你甲你战争个，那都回到他的祖国的怀抱。其实哦，这是第一点，就是迄个时阵哦，要让咱台湾人哦精神错乱。我有讲一个例，什么叫做马关条约？马关条约就是中国的皇帝将台湾甲平壤挂予日本的皇帝，这你也足清楚的哦。这是一般我相信国际法的老师哈嘛未甲恁教，你甲看恁恁这字恁来看有无？马关条约原文哈，头前大清皇帝。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王帝国大皇帝陛下为订立合约，这是甲午战争了啊，签名啊，这是什么时间签名呢？迄个1985年哈4月17号签名，啊，这个签名后呢，伫这5月8号就生效，5月8号生效啊，6月2号交割，大清啊派这个啊做。李鸿章的后生叫做李建荒，啊，日本人是派这个日本皇帝啊，派这个华山之计来做台湾的第一任的总督。伊这个第一任总督要做的时阵哦，日本天皇给他交给哦，因为安怎呢？日本天皇讲我要委托台湾这块土地予你华山之计，所以伊要召见他。这个代表讲哦，迄是。以迄个时阵的立场来讲，好像台湾甲澎湖是另外一块土地，另外的一块土地，含伊本来日本的土地无同款的另外一块土地是伊的属地。啊，这个属地的情况，这是战争法内底吼，啊，当然啦吼，讲做战争法，大家要理解说，什么款的土地，国家甲国家战书会当挂互人，哦，国家跟国家打仗打输了，啊，会当挂互人，啊，有的土地是袂当挂呢。就是建书嘛，袂使甲你挂，就是这是今后的条，这叫做国际法公约啦。1830年、1840年，伫迄个拿破仑时代以后定的这个国际法规定啦，就是讲，唔是讲占你啊，土地占你，啊就变做你的，喏。啊那安尼吼，我讲全世界总有一天啊，拢总变做美国的，因为美国真强嘛。所以呢，袂当讲吼，你占你啊，啊土地就变你的。这是战争法的有规定的，啊，即嘛落尾啊，这个你要占地为王的概念啊，伫1830年、1840年以后就改变了，就是拿破仑以前无唔对，占落去，占落去就是你的啊。中国人以前，这个3000-4000年内底啊，因就是拢用这档的，用这套，伊去战争啦，占赢的，迄个土地就变伊的，所以莫怪伊有迄。那个朝代在更替更替吼，啊，那占落一人占这地较大地，啊，就变成什么朝什么朝，所以中国有一寡是分裂，啊，有个统一啊，伊就为遮来。其实真真正正战争话，伫1830年以后啊，就规定讲，哦 ，no， 唔是讲你占咧占地为王的概念啊，已经伫全世界拢未通啊。啊，所以同款台湾的情形嘛是同款，台湾迄个时阵因为日本。帝国甲迄个大清帝国啊，战争大清帝国战书，大清帝国上头是要将辽东半岛挂予日本，但是辽东半岛是中国伊个本来的土地，叫做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伊要甲挂予日本，会使哩无？不可以，这违反国际法的规定。所以日本无法度才吐出来，才将这个辽东半岛吐出来，啊叫中国赔一个3000万。两个迄个黄金啊，啊银元呐、啊、吼，啊赔啊赔了，伊这个辽东半岛才行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也做日本全落尾甲要求讲，啊无这个也做啊，你挂这个台湾甲这个啥啊澎湖互我。啊，这台湾甲澎湖因为唔是伊中国的土地，是伊中国的拓殖地，拓殖地会当挂啊，无多伊就甲挂回。但是挂伊什么足错亏，就是讲。大清帝国其实无权利将台湾挂予日本啊，那台湾伊敢若有一半尔呢？伊个拓殖地啊，伊个殖民地只有一半。哦，你来看右边，我有一张图哈，迄个右边的部分哈，迄个台湾的西边啊，西边六个
屯垦区啊，这个所在是大清啊一寡汉人啊直接屯垦，啊，但是右边是原住民伫住的吼、哦，其实中国无权利啦，但是呢，中国吼、哦，皮皮啊都甲挂回，无怪这个日本人来摕到台湾的时阵哦，那个原住民反抗，啊、哦，伊反抗甲伊作战呢，啊，但是你要知影原住民一定无伊这个清朝的迄、那个，无伊日本的迄个武力较强嘛。这个所在吼、哦，有一点真趣味吼、哦，这个、是咱这个过目书吼、哦、啊上课有讲哦。清朝为着要将这个原住民给打败吼、哦，清朝啊这个派成不是清朝啦，日本为着要将这个原住民的土地啊，要给征服哦，一排军队吼、哦，是比甲中国战的时阵啊排军队更加多。意思是啥物？原住民足够作，很会作战，所以原住民吼、哦。作战很英勇啊，从这个日本人吼、哦、啊战甲密密麻麻，所以但是呢，因到落尾嘛是啊势力较大啊，因为最少因的武器吼、哦、比较现代化，啊征服以后吼啊，了后到差不多1915年迄个时阵吼啊，这个规地土地拢总变作日本政府会当来统管，啊这个政府会当统管以后，伊就将按照国际法就拥有。建构了台湾的主权，所以台湾的主权的建构是日本人做的，所以400年来台湾没有主权，没有 sovereignty， 这个 sovereignty 这字、哦、一直到差不多1920年左右、啊、中国才知道 sovereignty 的意思就是主权，以前不知道这个主权，但是也要用、啊、管理权，当然、啊、这个 sovereignty 这字是西方国家发明，所以以前这个西方的这个列强吼、哦，因对这个战争法因较有研究，啊，那咱东方这边啊、哦，没有什么研究，啊，就是啊，就管理权啊，这个土地都你的，就是你的，啊嘛，不要讲爱用这所有权状，啊，但是无同款吼，西方的国家吼、哦，伊就也要用什么用这个所有权状啊，这类的物件哈，这一类的东西啊、哦、啊，来显示讲我是拥有这一块土地。大清帝国将台湾甲澎湖割予日本以后，日本的天皇就这块土地啊，一个物件，人若交予你，就是讲你有所有权嘛。哦，讲恁爸爸买一支笔啊，送予你做生日礼物。啊，这支笔的所有权怎么变成的？恁爸爸虽然伊开钱去买了后交予你，交伫你的手顶管，这支笔的所有权是谁的？当然是你的嘛。这个变成你有所有权，等于是日本天皇有台湾平和的所有权。啊，这真不幸呢！在1945年8月15号，日本搁建书去，建书以后，同盟国想要将这个台湾甲平和要甲挂出来，挂出来无？未出来。啊，这个代志什么人知影讲挂未出来？杜勒斯就是。签这个啊，做旧金山和平条约下的迄个人，一下的，这个杜勒斯家族哈、哦、很了不起哦，因那个家族哈、哦、拢是研究这个啊做条约战争法的人，因的阿公就是写这个马关条约，啊丢伊的孙哦，伊也写旧金山和平条约。你不要看这个条约啊，条约不是很容易写，每一个用词每一个用字、啊、都是非常精确。既然台湾甲平湖。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是日本的。啊，日本的意思讲啊，袂当割予人，啊，袂当割予人，袂安怎？因头脑也真好，因为迄当初过一个波茨坦宣言有讲哦，日本建后要改保持，予伊有四粒岛的话，就是本岛啊、九州啦、四国啦、甲北海道，干那保持有四粒岛的话，其他的地方拢总要改撤掉的对。但是后尾啊，这个波茨坦宣言敢有安尼做？无嘛，安怎讲？罗贝尔琉球安啊，经过谈判，献给日本嘛。啊，台湾呢？台湾这块土地哦，甲琉球无啥共款的。台湾这块土地搁较重要。但是台湾实际上这块土地现主席免啊处理啊，美国还未决定。这个美国才能够决定讲台湾要怎么走。这些啊，在旧金山和平条约有下第四条，第四条是讲哦，日本的所谓人民甲财产啊。啊，这个军属美国军事政府有权利支配跟分配，所以意思说台湾的这个处分权啊，
掌握在美国军事政府的手上，但是到今日为止，伊还未决定讲要安怎处理。所以有真侪人讲哦，啊，我没有看到军事政府 ，USMD 没有看到。其实很简单嘛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四条就很清楚嘛，日本的人民跟财产都要听从美国军事政府的支配跟分配。啊，所以咱即马很主席，咱这个团队啊，去争取的就是要搞迄个 USMG 啊，美国的军事政府啊，要要求要先给咱人权，要先给咱这个权利，因为咱人民会当利用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会当咱家己来决定咱家己要哪行，这是叫做自治哦，不是自觉哦。希望讲袂当自觉，台湾不能自觉的理由是啥？因为台湾啊，第一不是殖民地，第二台湾啊，自从被占领以后啊，1945年的10月份被中华民国占领以后，到今日台湾这块土地啊，人种哦，被南寮混淆起来。台湾这块土地有两种人，一种是被占领者，另外一种是占领者。中国人来占领台湾，所以这个中国人是占领者。啊，台湾有这块土地有两种人，占领者跟被占领者。当然这两个人不一样，当然就不能公投嘛，因为公投到底是谁的意思，是咱比占领者的意思呢，还是中国人的意思，大家都搞不清楚。所以美国一直讲台湾不能公投的原因在这啦，不是讲哦这个殖民地不能公投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是台湾这个所在，美国已经知道台湾这个土地的人啊，那个人种啊已经混乱了啊。所以咱即摆公民权利法案就是讲啥？是讲啊，做台湾人，你先甲画个清清楚楚。本土的台湾人就是本土台湾人，啊，伫台湾即块土地顶管的人为即块土地的人，中国人就是 the people on 台湾。其实美国甲咱讲甲清清楚，是咱台湾人一寡学者研究无去注意到。咱知影吼，即个上海公报也好啦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讲到台湾人拢是啥 ？The people of台湾，台湾关系法讲的是 the people on 台湾，两种不一样的人。但是 the people of 台湾一般甲翻译讲台湾人，而 the people on 台湾嘛是翻译做台湾人。其实这两种台湾人是不一样的人。the people of 台湾就是咱在座各位叫做本土台湾人。所以有当时咱伫外口爱讲啊，应该卖讲啊我是台湾人，因为你若讲你是台湾，马英九讲我嘛是台湾人。中有一天哦，江泽民啊、胡锦涛都讲我也是台湾人，未使来讲，未当讲我不认同台湾，我就是台湾人。所以这句话是政治上啊，有当啊拢甲你搞得迷迷糊糊。我是台湾人，我认同台湾，所以我是台湾人。No， 不是讲你认同台湾，你就是台湾人。No， 绝对的不对。所以这点哈、哦，爱注意我即摆所讲的这点啦，因为有这点的关系，所以台湾的经营非常复杂。复杂到什么款的程度？复杂到吼，坦白讲吼，真正是美国来讲是高层的，尤其是这个国防部的高层的很清楚，美国的智库很清楚，但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中间层啊不清楚。但是因为咱即摆这个联合论述啊已经下出来以后，美国开始讲知影讲哦，原来吼、哦、台湾跟因原来所想的是不一样，而且国务院对台湾人不好的原因在哪？因为有真多这个美国人吼、哦，的前一代，因的父母啊，在中国的传教以后啊，伊的子女啊、子弟啊，在中国生长，但后尾啊，等于美国入去在国务院内底，尤其是做工作，因为这群人啊，因为过去在中国的时阵啊，有确实受到这个蒋介石还是蒋宋美龄啊，一些。优待啊，优待以后啊，伊就对这个中国啊心存感念，心存感念以后啊，因为中国人伊做一挂宣传就讲啊，台湾以前是我的啊，讲伊以前是你的土地，但是今日你挂予人啊，就是别人的啊。啊，你袂当讲哦，呜、哦，啊，是当初日本哦窃占台湾，哦，你敢战争你占你啊，你说我台湾挂予你，各位。大清帝国的皇帝无人惊钱，甲阿里讲，你爱签，你若无签马关条约哦，啊，我就甲你拍死。他没有遭受到暴力，他自己同意签的。
既然啊签讲台湾片哦要交予日本哦，安尼伫即个国际上啊就生成啊。哪准可比讲，即、這个代志会当无遵守，敢若亲像蒋介石伫1941年12月9号的时阵哦，啊，伊讲伊宣布讲啊，中国对外不平等条约啊全部无效，迄拢消维啦。合约呐签落去袂当讲无效啦，啊那无效世界大大乱啦。阿婆结婚，结婚证书你随时讲啊，迄无效，不是你讲无效就无效啦。已经有登记，伫官方内底有登记，伫世界内底有登记，国际法内底全世界大家拢个同意的时阵，你不能说无效。所以马关条约也好，不管对个条约，既然签了以后啊，当然有效，不能反悔。啊，所以那安尼时阵就表示讲，台湾偏哦，这块土地是完完全全交予日本的天皇的管。日本天皇有台湾，甲这个偏哦，这块土地所有权。咱来讲日本，日本这是一个甲咱头壳了了解日本无同款，因为日本是啥二元制的政府。什么叫做二元制？就是我有天皇，甲咱很主席，这个美国无同。美国是总统下骹有三级，就是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。啊，这算个一套的，这一元性的政府。日本是二元性的政府呢。什么叫做二元性？天皇上盖多，其他的人拢袂当甲天皇比。天皇是永永久久的，迄个种用万代啊，一万代以上的啦。不管伊做唔对，做对，伊拢是天皇，拢是对的。所以日本的天皇有这个权力以后啊，伊才将这个。这块土地管理权交予首相，啊，这个首相，所以你会记得哦，台湾甲平壤交予日本政府，予日本皇帝，不是日本政府，予日本皇帝以后，日本的皇帝才将台湾这块土地管理权交予下骹手啊。啊，要交予下骹，伊交予什么人？伊不是交予首相呢，伊交予总督，因为迄种的叫做也殖民地。所以殖民地都有总督，有总督就有殖民地。敢若袂亲像波多黎各、西班牙，这个西班牙挂这个波多黎各、关岛、古巴、甲这个菲律宾，和美国的时阵啊，赶快美国在这四个所在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有授权、有任命总督。所以你若看到有总督 High Commissioner 的时阵啊，你就知影讲啊，迄块土地是殖民地，唔是迄个国家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当然啦、啊、你也过甲我问讲，啊，若讲殖民地、殖民地要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。按照国际法，啊，这国际法规定有啥物物件？第一，你先爱将这块土地人的语言啊，爱含你原来的语言啊，赶快生活习惯同等待遇以后啊，才会当到最后一定爱做强代志，就是讲在这块土地爱甲实施。懂得宪法，宪法一实施，定义是讲，甲这块土地所有的人讲，恁爱效忠这块土地上界管的领导人，领导人是就是天皇。所以，恁啊殖民地的人唔免做兵哦，因为殖民地的人有效忠的问题啊。殖民地的人，伊唔知要效忠啥物人啊？哦，所以殖民地的人不用当兵，这是一定的。当这块土地，台湾这块土地，自1945年4月1号，日本天皇直接实施宪法的时候呢，赋予参政权，这块土地的人民啊，已经变成日本的国民。所以战争啊输以后，你个听清楚哦，打仗如果打输了，以日本天皇照常爱将这个总督还是总督府要给它废除。你别当见书伊就刷起来呢。日本投降是1945年8月15日投降，但是台湾的总督府的官制第三当时取消，1946年8月，刚才是8月25日才取消呢。伊若无这个取消的动作，各位，台湾这块土地都是日本的殖民地。但是有这个取消的动作，台湾这块土地已经证实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当然，这个部分有稍微较深了。
哦啊，所以我迄篇文章啊，你要多念几次，啊，你会了解。所以尤其是这点吼、哦，我甲你讲吼、哦，我保证这点美国两年内底会拍出来，这是美国将来要防止台湾交等于许台湾的，诶，交等于予中国的上界大的王牌。我直接预测，两年美国一定会讲清楚。我写这么多资料，是美国政府将机密档案交予我。这机密档案看到实在讲非常珍贵。台湾无一个学者我都写，咱这个组织有这个物件，咱会当写这个物件出来。主要就是讲，咱拢用法理，所以唔免烦恼。台湾这个土地绝对袂去予中国摕去，你放心，100%，伊无管伊安怎拍拼。中国偌拍命，对咱那统战哦，对你有偌济好处，一个人分你，给你10,000块嘛无效啦，没有用，因为法律是这规定。既然台湾这个土地是日本的土地，但是杜勒斯给你安排个足清楚的，你这个土地的人要家己建立家己国家，可不可以？暂时来讲，坦白讲是不可以。干来当做什么物件，给你自治，家己管，先管你家己。关了无定50栋、100栋以后，台湾人看你要安怎，所以无定迄阵我也看袂着啊。所以爱看咱的后代，啊，这个后代是在座各位啊，恁遮都有机会啊。咱的后代，台湾免哪行，免哪去咯。美国一旦到时一定会甲你台湾人参详。到底你台湾若真正要变做 Commonwealth， 唔是含中国，是甲日本，咱会当家己来决定。那个时阵就让决定，但是现主席来讲啊，台湾啊，坦白讲要建国呢，没有办法。400年来，台湾唔爱建立过家己的政权啊，唔爱建立过家己的国家。咱这个民政府这个团体是唯一400年来，即马伫美国的协助之下，逐渐的一步来开始建构台湾的主权，来开始建构台湾的政府、台湾的主张跟台湾的所谓一切。但是台湾人真可怜啊，拢看无，啊嘛未晓，嘛唔知影，唔知要安怎。事实上呢，美国人有甲咱安排真济，像讲即个咱昨即个升旗典礼，我听咱即个少年呢，你都无感觉。但是那以我即个年龄，还是你比我较年龄较侪的即个人啊，都有感觉。啊，尤其是过去吼，即日本时代统治的，哦，我见到 email 都足侪啊，哦，都大家拢有深深有感觉。即卖呢，咱去五 G 机啊，迄个相片啊，真正是所有的网络啊，拢伫流传。咱即卖虽然是讲遮，但是我会当讲在座各位是非常幸运呐、啊。安怎讲幸运？因为恁现主是知影台湾的地位，啊，你嘛知影讲台湾要安怎行，啊，要安怎继续，可以当来成功。因为咱即个论述，咱讲得真清楚。美国一步一步甲咱帮忙，啊，哪会弄到今日为止，中华民国唔敢甲咱处理？因为真简单嘛，因为美国开始将中华民国的代理权啊呐收回去了，啊，要收回去，第一项伊爱做啥？爱解除中华民国的武装，啊，有这个解除中华民国的武装，有，伊开始袂当做兵，因为照道理来讲，台湾这个土地是占领地，占领地不能够当兵啊。敢那像我若讲例，互你听，你就知影，美国打了伊拉克，敢有叫伊拉克的人去做兵？没有嘛，敢咪讲伊拉克的人来，你拢来做我美国兵？没有嘛，啊你中华民国叫咱台湾做中华民国的兵，这做兵哦有牵涉到效忠的问题呢。啊你中华民国是我的敌人，啊你叫我去做兵，啊我效忠什么人？我们要效忠谁？我嘛是感官叫理论呢上来讲，我是爱效忠天皇的，因为咱的国籍甲今日预计没有改变呐、啊。啊，无改变效忠天皇，啊，你来去做中华民国的兵，所以咱甲美国要求讲，你要制止中华民国在台湾征兵，因为中华民国唔是国家，中华民国国拥有武器，中华民国国在台湾征兵是标标准准的恐怖分子 terror， 不对啊，不对啊，所以今日中华民国对唔敢甲咱处敌，是因为。美国在咱的后边，因为美国是伊的代理人，美国甲讲啊真清楚啊。这个团体是按照国际法来建立的，
是我美国在背后的，你不能随便的动这个团体，因为咱请咱长的升旗，美国的国防部就有贺电。他拄啊有一寡，咱有一寡迄个干部，我拢有互伊看吼。郑州长，我要互互你看，但是我找个单要互你看。咱这干部拢有啊，因为有人你甲咱讲讲啊，你诶、欸、美国授权啊，美国授权啊，你毋是文件摕出来互我看，迄有够趣味呢。迄个克林，毋是克林顿啊，迄个公布迄个啊，做咱知影吼，美国甲中华民国中间敢有契约书？没有啊。到有去也无啊，刚刚一个物件尔，就是一般命令第一号嘛。一般命令第一号，1945年9月2号，一般命令第一号，和中华民国来台湾呐、啊。伊刚好迄个物件尔嘛，会当来占领台湾，代替美国来占领台湾。啊，但是今日美国人叫咱去做这物件，伊是这是人权的，伊一定爱帮忙咱台湾成立台湾民政府，这是宪政法该规定的。所以咱甲告美国啊，美国告了嘛有结论呐、啊。所以咱即摆就是照美国的规定，一步一步甲完成。啊，咱一定会完成。啊，但是即摆问题是讲，咱要安怎来叫醒台湾人啊？因为台湾人，咱知影吼，有真侪人即摆变作讲无报纸看吼，干那看即个 email 吼，还是讲看即个简讯，伊未晓看，因为年纪较大，未晓看呢。啊，未晓看要安怎？啊，无报纸，咱嘛无报纸，所以咱嘛有甲美国咧反映讲，有啊，足嗨呢。咱就爱一个人对一个人安尼咧传呢。啊，伊个中华民国吼、哦，电视一个拍开拢是伊个节目啊。啊，电视一个啊，哪里有一个拍开嘛拢伊个节目啊。啊，所以因安尼讲几波，安尼就爱靠安尼啊，足可怜的吼、哦。啊，就爱安尼研训班。哦，坦白讲哦，我们是真的是苦战呢。但是虽然是苦战啊，在2006年啊10月24号，咱过美国以后，甲今日的发展啊，我们的发展呢也是非常的迅速了。啊，美国嘛是怎样讲？我们发展迅速，啊嘛有甲咱俄罗嘛甲咱加油讲啊，你们要好好加油，你们一定会成。我阁甲各位讲吼，我伫这个啊做十天前，我有甲美国诶 CIA 很大的一个迄个头来，因为美国有讲嘛吼，讲这个美国的官员未当和中华民国的官员见面，所以马英九来要求讲要甲伊见面啊，他拒绝。阿西人带你凯悦，我都跟您讲过。但是，伊虽然拒绝马英九，没有拒绝我，伊讲啊真清楚啊。因为我美国到今日为止，我已经不愿意相信国民党，我也不相信民进党。但是我们愿意相信你台湾民政府，是叫法律来啊。伊要帮忙咱台湾民政府，问题我们自己要觉醒，要加强我们自己本身所办的物件。啊，无有一天哦，啊叫你去跟伊谈判，啊你一个谈判者坐坐落去，讲个话讲，我们台湾人啊，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啊你谈判要怎样谈？敢谈得下？当然谈不下嘛。啊你讲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啊美国要跟你谈啥？你是占领嘛，你被占领嘛，你要承认嘛，咱爱承认咱的老爸还是咱的阿公建输了，啊你打仗打输了。当然要被统治嘛，干不是？很简单的道理嘛。啊，这统，啊，要伊个你也敢问讲话？啊，要占领个当时，这个时间我嘛唔知啊。啊，要占领讲，你所谓台湾人已经服从占领者，这国际法有规定啊。你若不服从占领者，也敢甲你抬呢？也敢甲你关啊？中华民国今日将台湾人当作日本人，就是安尼在甲你凌迟啦。伊甲你台的时阵，伊也无爱甲你讲，伊更讲个讲台湾同胞，我们跟他哪里是同胞？咱今日台语拢要卖啊，咱这囡仔拢台语拢不要讲去啊。伊将语言甲你消灭，互你无法度知影你家己本是啥物人，你不要讲台语。咱这小朋友，我问你呢？当然，像你们小朋友不好意思啦，你种大学生啊，恁也要讲台语，百分之也要讲台语，你牙齿玩看，拢也要百分之百，有你真敢牙齿呢吼，好，那个拍拍手啊，也要讲的，啊，不要讲的有啊，不会讲台语的会不会？哦，我拢也要讲啊，哦，安尼真好，安尼来自家去上课哦，拢是也要讲的，真好，我嘛也要讲呢，因为我从细汉哦，我就是，阮爸母都拢教我哩讲啊，
啊，本来坦白讲，我细汉的时候，阮爸母是教我讲日本话啦。哦，迄阵伊教我讲日本话，我嘛学会晓足侪日本话啊。所以落尾我去日本读册真简单啊，因为啊细汉囡仔都有读过啊嘛，啊所以真简单都会晓。哎、欸，自然的，很自然的就会回应啊，自然就会。所以有当阵语言的物件就是啊，你若讲啊，做是超过伊吼，要甲你消灭吼，很简单啦。哦，啊你阮以前读册时有方法过钱呢。哦，给你罚两届啊，五届啊，是一块啊。哦，啊，举一个告白啊，讲哦，我要讲，我不可以讲什么台语。啊，迄阵我是感觉，我现在想一想，我是真见笑了，因为迄阵我嘛也要拢总讲迄个北京话，而且这北京话哦，我无时阵无大家袂晓想讲啊，这是消灭咱的母语，我们妈妈所教的语言啊，被消灭了。伊即摆甲你消灭你的母语，就要改变你的种族啦。总有一天，在台湾人有一天会汹汹啊，也就是讲，哦，我是汉人。No， 我们不是汉人。我们在广告上，我们相信的广告，我们是汉人，我们不是汉人啊，那是台湾民族啊，台湾民族。什么叫台湾民族？就是咱以前为对来拢不管啦，来自台湾这块土地了成长。有同样的生活习惯，有同样的语言，我们自己形成我们自己的民族，那是台湾民族。所以台湾民族和一些中华民族呢完全不一样。但是咱的教育跟咱讲，先咱是中华民族，我们不是中华民族。啊，这个若不是中华民族，各国你就会更加清楚。所以台湾和中华民国，你若我都给拆开啊，啊各位，你们今天在这里学的就已经成功一半了。您对也要看报纸了，报纸了，瞎讲，哎，台湾又与某一个国家断交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当然不对，哎，应该该做啥？中华民国与某某国家断交了。台湾哪有跟人断交？台湾都还没有建交嘞，还没有建立国家嘞，没人跟人断交。啊，台湾退出联合国，对不对？不对嘛。台湾若无加入联合国，当然不对嘛。但是一般你唔通信，你若去外口去讲问的时阵哦，无人会甲你知影讲，哎，安怎不对呢？啊，其实咱就是伫这一种个环境内底啊，愈来啊愈麻烦。啊，好佳在讲，大家拢有来去受训以后，你就知影讲，处理了你就知影讲啊。所以呢，我甲恁鼓励哦，你们如果在 Facebook 上面呐、啊、吼，还是在同学来这 BBS 站呐、啊、吼，学校的网站里面，我喜欢你们呐、啊，丢出问题，抛出问题，啊，抛出这个问题呢。啊，跟人讲，哎、欸，跟人讨论。咱这学生啊，只有学生啊，后边不是学生比赛啊。跟他学生哦、啊，那个新台湾论哦，有人给人赞助啦，只要一本200块，哦，出呢哦，那个赞助的人要付钱。学生有而已啊，学生才会使啊，其他人我袂使啊。那200块是，不，你袂使，你不是学生啊。我即卖是学生啦，那年龄太大。哦，200块买去外口哦，其实你若讲500块买去，我那趁钱啦。哦，我唔是要鼓励你趁钱啦，我是鼓励讲这本爱给人看。啊，其实有啦，咱的学员有啦，一般喏十本。啊不，因为啊那以前人500块花的话太冤枉，干那咱的学生有那个权利，一本干那一本尔啊。不能买太多啊，只有能够买一本200块，村内人来替你出钱哈。这个呢，哎、欸，哦，八个安娜，你要出钱？啊、哦，你要付？哇，你免钱呢哦！哇，你们今天很幸运的，你们这八个人哦，且人每人拢赚一本册1000块呢，很棒，基金哦。我知影，咱很多当父母亲的吼，拢安那呢，就是讲鼓励囡仔来遮啊受训吼，安那，你若去受训吼，我给你2000块，哦，囡仔拢要来受训呢，受训免几个2000啊，好谈啊谈3天，较艰苦嘛要来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不错呢，啊你即马这里册一本哦1000块，啊个人咧送你，受这个训哦赚3000块，不错，这里、個、哦未歹呢。啊，那后期吼，我阁请伊来，后期啊，先下下礼拜吼、哦，第3期哦，我阁过来吃茶，啊，阁送，后期
可能较侪人啦，吼、哦，后后壁迄期较侪人的时阵我唔相信伊阁出。啊，这讲笑啦，不过是安尼啦，咱台湾是，我们为了台湾哦，整个拢甘愿要做足侪代志，这是实在啦。啊，这本册啊，我甲恁讲，恁也爱看。这本册唔是干呐，讲恁八个吼、哦，应该我记得应该有九位才对，吼、哦，应该唔是干呐恁看。我甲恁讲一个秘密啦，这边来台湾的访问的迄、那个啊，做迄、那个。CIA 迄个第二把手哈，嘛买迄本册，唔是买啦，伊唔知为着来，我搞不清楚啦。摕迄本册哦，用两天的时间伫阳明山吼，因迄个 CIA 迄个训练所哦，两天关伫内底看迄本册，你有感动无？所以你即马呐看迄本册哦，甲 CIA 第二把手看拢一模一样。迄本册唔是干呐，伊伫看啦，日本即马拢伫看咧，很流行咧。去日本册啦，会当安啦，因为日本册会当救着日本啊，想要救着日本，因为苏联北方四岛伫甲占有啊，啊，伊个推下面的日本哦，伫告苏联，其实他告苏联有没有用？当然没有用，爱告谁你知道吗？告美国啦，啊，奇怪，美国讲，我哪会遐好告啊？一干干嘛拢互恁去告？啊，歹势啊，就今天和平条约二十三条讲的。因为美国就是这个东亚地区的主要占领全国，啊，你主要占领全国，啊，我迄个土地去予苏联摕去，啊，你也甲负责啊，你主要占领全国，你也还我，你也甲苏联捡啊，因为你虽然是主要占领全国，啊，无你就这和平条约卖死啊嘛，啊，即下我一日讲啊，美国一个面相就真歹看，你嘛卖甲日本人讲，稍等下哦，苏联嘛记者嘛有两个来甲咱访问啊。啊，后门我甲讲正经话，哇，因遐记者真欢喜，记者上台甲我讲，我是甲问讲吼，哎，你们苏联有没有念这个战争法？啊，伊讲，我们不要这个战争法，我为什么不要？那是资本主义国家所讲的，啊，无遵守。我讲安尼哦，啊，若无遵守哦，安尼我甲你讲，有一天若恁若甲人战争，你去用灭国，可不一样。我有影，那也无影。你若有战争法。战争话内底有两句话真重啦，第一句话讲占领不移转主权，是啥物人甲你占领拢无效，你甲你占领早晚伊爱离开，占领不移转主权。安尼你有这个条约甲你保障，安尼你不爱战争话，伊讲这个可以考虑。那伊考虑，伊等于就等于苏联了哦，伊马上利用这个论述哦，去甲骗中国，甲中国迄个瞎子岛啊。去甲中国迄个江泽民足戆的迄个人啊，无读册，甲讲哦，我一半行李，我去共占领，讲我一半行李，啊，中国足欢喜的啊，哦，我即马免战争，有人要行我一半的土地，那唔好，签约，啊，签约以后啊，江泽民变作中国的啥英雄，讲自苏联的手上拿回来一半的土地，其实伊是推阿面的，伊将土地啊一半交予苏联去。占领不移转主权嘛，这是全世界要遵守的法律嘛。你占领以后，你早晚你拢会行，敢那加沙走廊赶快嘛。以色列去占加沙走廊38年，嘛是甲逼逼嘛是离开。瞎子岛，你占偌久，你嘛是爱行。当然啦，这个偌久吼，有一些也迄个苏联是较巧啦。伊是来甲咱讲讲啊，你啊，伊去甲骗中国，啊，中国随带，但是去骗日本讲，甲日本讲，我四个岛哦，安尼啦，我行你一半，啊，日本一寡推下面呢，想讲要学中国，万要甲答应，我就瞎皮甲讲。现在呢，伊知影，他我讲你不用答应，啊，即晚不用答应，伊讲我即晚过鬼面啦，我真干去告美国就好啊。啊，所以迄、那个使徒吼，迄、那个大使讲吼，要叫日本天皇送我一个奖章啊。但是迄奖章有效嘛？无效嘛？我奖章，我常常讲，迄奖章是啥物？安怎做的？迄酒塔啦，恁知毋知？啤酒盖啦，啊是即嘛毋是啦？即嘛是安尼剥一下吼。啊，以前是迄个罐子的哇，啊迄、那个酒塔啦哇，啊用迄、那个啊甲开哇，啊开拍好平，迄就是奖章啦。什么人用奖章去共换性命？上高的什么人？希特勒。希特勒用迄个酒塔啦挂讲个病。哦，啊，你该剪啊，剪拍死我真好，我送你一个奖章，这是用酒塔拉挂去换性命，真巧。所以这个世间有足侪政治人物啊，拢在甲恁生这啊，啊，咱这唔知啊，咱就推啊。甲你讲爱国主义，什么人嘛爱国？啊，即摆我甲你讲，恁拢不一定爱台湾啊，我无甲你骗啊。
江泽民比你较爱啦，胡锦涛比你较爱台湾啦，马英九嘛讲爱台湾，对一人无爱台湾，大家嘛爱台湾。哎，讲起来你拢讲未出来咧。哦，啊，我是台湾人，我就常讲一个例，互恁听。即马政治你们画一句话出来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你若常常听，对呢？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啊。啊，我若阁甲你话讲。希尔顿饭店是住在希尔顿饭店的人的，安尼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当然唔对嘛，那有遐好看？安尼我后日来住伫希尔顿饭店，安尼我希尔顿饭店是我的，无迄个代志嘛。所以中华民国伫台湾住六十冬，歹势住搁较久都毋是你的。哦，我伫只伫台湾，中华民国在台湾统治65年啦，所以。中华民国已经有台湾这块土地的领土了，好一个代志。大家用头脑稍微去想的，都会知影讲吼，真济遐政治上的语言吼，你拢搞不清楚。啊，那安尼，啊，过足济代志呢，唔是干那安尼尔呢？吼，台湾是台湾人，台湾不对啊，你已经知影嘛？啊，台湾啊，无台湾是啥个？台湾啥个？日本天皇啦，刚讲日本嘛唔对。日本天皇，啊，这日本天皇，既然是日本天皇的日本的台湾呐，啊，日本天皇要向谁效忠？我跟您讲过啊，还记得不？啊，又就没有人。日本天皇，也没向谁效忠嘛？啊，没向谁效忠，他效忠没有对象，所以一直无国籍嘛。哦，日本天皇无国籍呢？你唔相信？你甲靠遐日本人？那日本人，你若熟悉日本人来问讲，日本天皇的国籍是啥物货？拢大部分拢会讲啊，日本籍。No， 你若有国籍，你就有效忠对象。啊，咱台湾美国政府甲咱判官，咱甲告嘛吼，是咱这个团体甲告呀，咱甲告吼。啊，美国的法院讲，台湾人没有国籍，所以台湾人没有效忠的对象嘛。啊，没有效忠的对象就是啥？咱就无国家嘛。啊，有清楚无？足清楚呀。用效忠来讨论一个人的国籍是非常清楚。然后，啊，咱即摆无国籍，咱甲日本天皇是毋是同款？同款啊，咱就是日本天皇啊。所以日本天皇甲咱同国的呢。后摆若去日本哦，你皇宫讲，来我同国的来啊，甲咱兄弟呢。日本天皇没有效忠对象，所以日本天皇没有国籍。啊，你讲啊奇怪啊！日本天皇伊个查某囝啦，嫁人要安怎？问题来啦！日本天皇的查某囝啦，和日本人结婚，一个无国籍跟有国籍的人结婚，伊个国籍，伊个囡仔国籍是啥？是啥物话？我跟恁上课讲话讲过啊呢，遮简单啊！日本人甲无国籍人结婚，伊个囡仔的国籍是啥？日本嘛。啊，所以中国人。甲台湾人结婚，伊个国籍是啥？中国，好可怕呢！好可怕呢！哎，我害啦！啊，阮兜有足济人，唔讲足济人，阮兜个阿姨啦，还是啥物人啦、啊？哎、欸，嫁予中国人呢？安尼要安怎？不要紧，咱个公民权利法案有够。囡仔，因为你本身是台湾人，你无国籍嘛，唔对。但是你的囡仔虽然是中国籍，因为你的关系，后摆公民权利法案经过几年，3年还是6年，你还是可以申请变成台湾的公民。哦，安尼你知无？哎、啊，这真厉害呢！所以当年蒋介石来台湾，鼓励讲台湾人和中国人结婚，鼓励哦。其实迄是有阴谋呢，要让你台湾人拢变作中国人，因为这国际战争回来的规定，强烈的规定。讲到这个所在吼，国工作等来讲，咱头拄仔有滴讲这个战争吼，这马关条约吼，马关条约内底真清楚，就是讲日本的天皇接到台湾了后，台湾片哦变作，这两个所在的所有权第一，啊，日本天皇则将这个台湾片哦的管理权交予华山之际，所以华山之际。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受日本的首相的管理，是不是日本首相管理？ No， 两个是平行的，
首相是首相，是管日本，全日本。啊，台湾的总督是管台湾。这个时候，因两个是平行的。所以落尾啊，落尾啊，日本刚刚会安尼不行，所以日本天皇有颁布一个数令，就是日本天皇的命令。我迄个讲义内底有写，敢若是258号的款，就是讲吼、哦、啊，安尼的时阵吼、哦，除了着讲日本天皇这个叫做军阶吼、哦，军事管理吼、哦，啊，马上用迄个武迄、那个文官吼、哦、来就任。所以到第十届以后吼、哦，第十届武迄个武官以后啊，有几届啊，敢若已变做迄个文官，我内底我若有写。啊，到五百开始战争的时候，伊就阁恢复在啊原来的这个武官啊来担任。啊，这个武官担任的时候真趣味呢。我发现讲哦，有一个代志真大家拢无发现的，就是第19届日本的总督啊，台湾的总督啊，这个人竟然日本天皇无甲伊召见呢，无甲伊召见，当然有可能是迄当在战争的时阵呢。但是虽然在战争的时候，日本天皇18届他也有召见啊，他也有召见啊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这个人安藤利吉，他虽然是做总督，但是日本天皇没有召见他，所以他当时的新职身份是什么？第十方面军的司令官啊。所以日本真正投降的代表是什么人？是安藤利吉，但是安藤利吉不是总督的身份，是用第十方面军司令官的身份。这个很重要哦，安怎讲很重要？因为这个内底牵涉到台湾的地位哦，这个内底牵涉到台湾的地位，台湾的地位在这个所在，会当讲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所在会当牵涉讲台湾将来跟以后。台湾的命运在这个时候要注意，因为美国一定照这个万国公法来实行台湾的地位要交给什么人。所以你如果看这篇文章之后，你就了解说我们日本人这个美国人在我们去年9月8号办酒会时送我们那两张相片的意义在哪里，在道边那里，你的道边点管日本的日本的那个皇宫、哦、日本皇宫的相片，啊，还有一张是奥巴马呢，持这个叫做圣经啊，在宣誓就职美国总统。其实美国人在那个时候，你给咱暗示，暗示啥？暗示一条路，让咱继续走，就是讲，你台湾就是日苏美战属日本，但是今日美国给你占领，你就用这条路去替台湾找一条路，会当脱离开。美国真清楚跟咱讲啊，啊，咱台湾嘛是安尼，还搁咧困，还搁戆戆，还搁袂晓，还搁唔知影岁数。所以我讲一摆，台湾到今天为止，仍然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，到今日为止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即马今日就是讲台湾人要安怎脱离开这个美国的军事占领。当然，咱脱离开美国的军事占领，还佫有日本还佫谈判呢。即马既然台湾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给你定条的，日本的宪法内底和平宪法里没有分离条款，没有分离条款，所以台湾这个土地要离开日本有法度无？没有办法。啊，没有办法，敢若两条路好行。第一，就是要求日本政府爱。将这个和平条款啊，分离条款，宪法内底要加一条。第二，甲日本变成 Commonwealth， 就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约束，所以台湾甲日本要变成邦联。台湾敢若剩这两条路好听行，我今日讲这历史记录，你甲看时间是毋是照我讲的这条路来行？两年内底，美国绝对拍这个王牌出来。所以在座各位啊。你们脑袋的先进啊，已经是美国还是全世界的人的一般的脑袋先进两年到三年。啊，美国那这么歹讲，因为伊讲啊，你台湾人还佫推推啊，你台湾人还佫唔知你家是甚物人啊？伊这么拍出来哦，有真侪人会去干嘛？敢那袂亲像我甲何瑞都开始讲啊，台湾要佮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哦，我叫马家两位臭头的，
你台湾人不要讲台湾的迄落啊，台湾人不讲，台湾人自己管自己的好啊。台湾人自己管自己什么意思？你今日军事占领就伫你个头壳顶啊！啊，你伫你个头壳，你皆无看，啊，我都无看到美军。啊，若讲无看到美军吼，我讲我已经有讲足济足济个，毋是讲你目睭无看，就表示讲没有。你敢有看到宪法？中华民国宪法你敢有看？无嘛。但你若犯罪，伊甲你掠去关呢？啊，你嘛无看无？你嘛无看到宪法啊？所以没有看到不表示没有啊，有看到也没有表示是有，所以这种真奇妙的代志，对不对？来，再来讲，甲既然台湾的地位是日属美占，哦，我爱讲一摆是日属美占，所以咱大家同学呐，阵底下的网络上去跟人去交谈呐，去跟人比战的时候啊，一定会碰到。啊，那比战的时候哦，你有遇到问题，人甲你扣的时候呢？啊！你退步台湾有法度，新台湾人内底有病，马上你有法度甲回答。我甲你保证，100%到今日为止啊，咱伫这个现主席这个地球顶端啊，没有找到能有人来甲咱挑战的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咱讲的这么清楚，完全按照万国公法。以前台湾的独派，敢有伫按照万国公法？无啊。啊，以前是啥？啊，台湾人已经要独立啦，有啊，我嘛知爱独立啊，啊，但是独立爱方法啦。台湾化独立化40-50年啊啦，啊，化会成无？未成，啊，未成，即马遐人就甲你怪罪你台湾人咧。哦，你们不够合作啦，啊，你们也不够团结啦。我们不够合作吗？以前228两迄个几年前咧手牵手的时阵，200+人站出来呢。啊！你每一摆在独派呐，讲要叫咱讲要去示威，要去游行，动不动是几十万人呢。大家拢惊路，拢惊假呢，惊到退两要转去嘛是无啊，什么都没有办法完成，卖浪费时间啊啦，赶快来受训啊，较要紧啊。哎，不是我你讲受训有效呢，你家己嘛讲啊，这几天你们得到很多啊，真的是得到很多啊，这无你读个清啊，很清楚啊，但是你。很容易处理了，马上头脑又坏掉了。所以我讲那本册哦，恁真爱真好，好好闻呐吼。啊，恁爱感谢。啊，你上因册，你咪介绍你家己。来，我时间给你，你介绍你家己。啊，无或者大家看。啊？这些学生都有看到你吗？哦，你们有看到他？啊，昨天晚上都有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哦，我知影。啊，你昨天晚上有讲要上因册啊？没有，哇，各家拍手一拜，哎，赚一本册呢，其他人无用，学生才有哦，先讲一下，学生才有啊，哎，了不起啦吼，啊嘛，你也要上，我即马上台好啊，哦，安尼人大家较会较感谢啦吼，八位哈，哦，好高兴哦，干那这本册哦。安尼免钱的，干你摸嘛爽，遮尔啊重。小朋友也有啦，无大细汉啦，拢有啦。啊，伊啊也有啊哈，啊后壁好，好，八位哈，啊，搁加一摆，谢谢啊。哎，啊，我要写2000啊，无啦，嘿，啊，他一本呐，啊，他一本呐，啊，他自己一本呐，啊，哦，哈哈，哦，好啊，不啦，你因为拿了2000，你还有一本的机会啦，还是本你的啦，哎嘛，安尼你欢喜无？哦，咱即摆已经变成拍卖大会了哟，哦！我来，我再来，义卖大会啦！来啦吼，哦，这个咱哎，好，咱来继续吼，哦，讲咱的这个法理论述啦吼。哦
咱已经真，我们已经开始讲真济吼，讲台湾的地位吼。我跟你保证讲，咱台湾很主席啊，这政治圈内底啊会继续乱，啊那继续乱，因为大家各家各派拢讲伊个讲的是对，其实哦，拢经不起我们考验呐。因呐讲的吼，恁这本册看看了，所有讲的你拢会当直接甲反驳，啊反驳了，伊绝对拢无会甲你讲。例如啦吼，有一个真有名的这个国际化的博士啦，伊讲哦，台湾因为民主选举跟总统选举。总统选举啊，跟实施民主制度啊，所以已经渐渐演变为独立、主权独立的国家，这句话对不对？我讲一摆，我讲一摆，哦，恁后边卖讲遐济啦，恁有上过课啊？恁啊，那么我让我咧甲这个囡仔考试，你讲呢？我讲一摆，互恁听哦，诶，信他们才可以回答，恁后边旁听个点点啊？哦啊，你已经上过课，你让人欺负？哎，你们听我讲哦。因为有一个学者吼，伊讲吼，台湾因为总统选举实施民主的这个法治啦吼，安尼已经台湾逐渐演变为独立的国家，安尼对不对？这样对不对？当然，因为摇头嘛，等于他都在弄攻略啊。啊，等于为什么？啊，民主选举啊，啊，总统是有啊，安尼已经这是主权独立啊，啊，有总统啊。有土地呀、啊，安尼已经独立啊，安尼是不是国家？当然不是了哈。啊，为什么不是？我今天跟你讲了哈。蒙特维多讲的四项哈，你我在那个昨天我嘛甲各位讲，蒙特维多所讲的四项啊，其实台湾甲中华民什么都没有了。蒙特维多讲啥？土地，台湾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啊，是什么人呀？日本天皇啊。日本天皇有台湾这块土地所有权呐、啊，啊，所以台湾这块土地，台湾人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不对？当然不对嘛，啊，所以你台湾敢有这块土地，你无所有权状啊，你袂当伫去马路看到一个查某讲，伊是我的某，安尼敢袂使嘞？当然袂使呀，伊若讲这个人是我的某，这个人你也提出啥结婚证书嘛？啊，你若讲啊，这块土地是我的，哎呀，提出结婚，所有权状嘛，对不对？没有所有权状，你讲这块土地是你的，对不起，没有用，无效。然后，无土地，啊，有没有人民？台湾这块土地有没有人民？没有人民，没有法定的人民嘛。啊，那法定的人民，咱台湾人去予中华民国变成中华民国国籍是啥物时阵？你敢知影？1946年1月12号，这个哪会记得？这真重要日子呢。1946年，1945年8月15号投降，1945年10月25号举行那个投降典礼啊。1946年1月12号，中华民国给你宣布讲，这块土地所有人民当中集体变作中华民国国籍。国籍的物件啊，无迄个集体的啦。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讲集体变作什么人啊 ？No！你要告啥？啊，你伫伊宪法内底要告，无效啊！伊这种就是政治上的操作。啊，既然是安尼的时阵，听好清楚哦。既然是安尼啊，政治上的操作。好，安尼台湾没有人民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土地，没有人民。啊，搁一个啥？啊？有没有政府啦？这个政府是什么政府？是当年1945年来台湾以后，伫1949年，1945年来台湾是给咱管理哦。啊，1949年的时阵，以12月10号左右宣布讲迁都台湾，有无？迁都台湾。这个时候政府才迁来台湾啊，以前你给我们管的那是什么人？那魔神啊，给我们管的，你听有没有？我再讲一次，1945年10月25号举行投降典礼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政府？那时候没有，那是给我们管的是什么？占领军呢、欸、啊，以及1949年12月3号到10号宣布迁都台湾，台北啦，不是台湾啦，迁都台北。
啊，以前的政府是啥？以前的政府是啥？占领军啊，对不对？以前的政府是占领军啊，占领军啊，后尾才去政府才去迁台，会记得哦，不是迁都台湾哦，流亡政府才会当迁都台北哦，一定是台北哦，所以今日才会变成 Chinese 台北，有无？那个 Chinese 台北什么意思？流亡中国政权在台北，不是台北，流亡政府在台北，流亡中国政权在台北 ，Chinese 台北啊，是咱直接参加，现主是中华民国政府伫参加国际的组织所用的名。啊，即卖咱拢唔知影，干那看 Chinese 哦，这是台北，Chinese 写一个讲啊做中华，啊台北讲台北，这有啥物咧？有法国东西流亡在伦敦 ，French London。法国政府流亡在伦敦，他用 French London， 啊 Chinese 台北同样的意思。韩国在那个时候流亡在上海，叫做 Korea 上海。那你若知影，啊你竟然 Chinese 台北大家拢看无？所以 Chinese 台北就是中华民国流亡在台湾的意思啦。国际上这么清楚跟我们台湾人说，你们这个政府是流亡的政府，所以我们没政府嘛，我们没有政府，没有政府，没有人民，没有土地，那个外交权是什么人？跟台湾的不是啊，是什么人的？中华民国啊，是中华民国的政府啊，其他都不是啊。所以台湾到今天没有国家可以确认完全正确的说法啊，没有国家，那边呢有国家，那那一那个干哦，哎，一条一条给掏哦开，啊，边那掏开，边那掏，很简单呐、啊。那那找那个原始从咱台湾北地来的那个人，什么人有那个干？是中国吗？中国跟咱哪有关系？你已经听我讲这尼啊，这你已经足清楚个，中国和台湾是完全无关的，啊，无关的。这个关系是在哪？在美国。哦，台湾的关系在美国。啊，那在美国好加在，美国是三权分立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权分立，所以三权分立，咱就用法律去控告美国。所以不才得到一个答案。台湾打拼这么久以来啊，无一个政治团体有法度替咱台湾人找到这条路啦。说台湾人没国籍，你如果台湾人没国籍，你就知道说这样要过来要怎么找。我相信你们这些同学，如果去好好跟你的同学说，欸，我们是没有国籍呢，你们的同学一定认为说你有在发烧吗？一定说你有嗅到吗？啊，他现在问你说，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国籍？啊，如果更简单说，你说有一个人去告美国，美国判决第一条说台湾人无国籍，啊，若要提出证据，台湾人没有国籍的地方是在哪里？台湾人无国籍的证明在哪？哦，法院判决了，啊，台湾人无国籍是为着来，就是我在故意讲的。咱的国籍，咱原来我有讲一个例，美国人甲美国人生的囡仔是美国人，日本人甲日本人生的囡仔是中国人甲中国人生的囡仔是，请问你的老爸老母是什么人？还是你的阿公阿嬷什么人？是不是日本人？百分之百日本人嘛。啊，日本人跟日本人生的囡仔是中华民国，那你起啥？你不要问我，啊，你台湾，啊，你起啥？哎，啊，咱受的教育了，咱唔知咱伫起啥呢？是伊超工改教，互你起啥呀？你问你的同学就好啊。你甲问啊，啊，美国人跟美国人的囡仔什么人？绝对甲你讲美国人。啊，日本人甲日本人的囡仔什么人？日本人。啊，中国人甲中国人的囡仔啥？中国人。啊，你的老爸，你讲老爸老母，恁这少年应该讲，因阿公阿妈才对啦。你阿公阿妈倒位的人，伊本来受几波呢？为中国来的哦。日本人呐、啊，因你讲日本人啦，卖想啦。
土地割予日本啊，所以当然嘛是日本人。啊，伊若会了，甲你讲日本人诶，你啊着真好啊，你着甲搁说咧，搁甲对咧。啊，日本人甲日本人生囡仔，他拄仔讲啥？日本人。啊，你哪会？啊，你倒位人？伊若甲你讲是中华民国，你甲往你甲扒了。啊，你他拄仔甲讲日本人诶，甲日本人生囡仔，日本人啊。啊，哪会？你即摆换着你，你着变做中国人。啊，中华民国的人是不是叫做中国人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就绝对对呀、啊。中华民国简称中国嘛，对不对？啊好，现在过来讲政治啊、哦，要后边才来听哦。中国国民党，中国国民党，你看着知影，伊叫啥？中国没有问题嘛吼、哦？啊，这民进党这摆是什么国还是台湾？中华民国嘛，谁来中华民国？伊甲你抗议啊、哦，民进党甲你抗议啊、哦，伊讲。我是台湾人啊，啊，我民进党啊，我当然是台湾人啊，一定是台湾啊，是不是？伊的党章第一条，足好记的。他的党章第一条，讲讲啥？咱叫做中华民国，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安尼就是民进党用中华民国暗藏伫内底啦，藏在里面啦。表面上讲，我也要讲台语，我是台湾人。其实拆开原来叫做中华民国，所以中华民国的民进党啊，中华民国恁同学拢知影啥叫做啥？中国嘛。所以中国国民党甲中华民国的民进党是毋是两个拢中国？啊，咱去互伊算去啊！啊，你登票不断，你登互中国国民党也好，登互中华民国国民党也好，拢是登互中国人。啊，变成中华民国在继续伫台湾地维护生命。就是咱台湾人才推下面去当朋友给伊啊！什么人我都敢回应，我敢反驳的。哎、欸，啊你若无当吼民进党吼，啊拢国民党拢提起去啊！啊你会怎啊讲哦？啊，互两个中国提起，什么人提起嘛同款，上马提嘛同款，民进党提起无定搁较忝。啊，所以爱安怎？停止选举嘛！美国人在等咱台湾讲出这句话啦，停止选举啦。美国等了好久，但是台湾人唔知啊。台湾人要就是讲，我们是背叛台湾呢。伊是台湾人，但是唔是真正的台湾，伊是台湾人挂中华民国的选举啊。中华民国选举人选掉的人，一票够三十块好糖领嘞，那个也是不对呢。应该这个三十个爱安怎？什么人啊？邓票应该送给迄人才对啊！安奈讲足奇怪，你台湾人竟然讲我去选马英九，还是我去选蔡英文？啊，我去选，因个这样得到三十块，加好康。我去邓票，我行路工拢无行，规步去选的时阵，伊去提钱，啊，台湾人戆戆到这款程度，你看嘛？咱去选。啊，遐候选人得到票，得到钱，有无？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推阿面？你我意思，你听我阁讲一摆。什么人当选无当选？伊若讲百分之五啊，百分之十以上啊，就会当得到。伊若几票，一旦得到三十块，有无？大家拢叫是讲合理呢？哦，伊选几波啊，甲补贴啊，迄是你甲你骗呐、啊？迄是你骗咱这血汗钱呐、啊？你选举摕三十块，应该是什么人去当票？现当了后伫边仔领，三十块摕起才对咧。唔是讲三十块我去当等于讲哎伊领，你去当伊领，让别人领钱，这正正刚刚佫去用卖去哦，还佫替别人算钱，就是咱呐，是不是？有合理无？我讲个佮无唔对吧？咱去佮选，选了后计算结果，伊讲哦，你得到。马英九765万票，一票30块，夭壽哦！伊算一个钱，算一个计啊，伊看几啊千万，几啊亿呢？安尼够合理？当然无合理嘛！台湾人伫这个所在未晓想呢，应该一个抗议讲哦，停止发迄个三十块，你若要发三十块，应该发落老百姓才对啊！
啊，你派出嘛唔对呢？咱差不多讲蛮唔通去选呢。啊，你去选举就选伊，啊，你就唔对去啊。啊？哦，等我一句哦。好啦，先派出再等啊。很会强辩，甲派出一个，袂歹啦，一寸两千块啦，也应该啦吼。但是我咧讲的这，你甲想看卖啊？我讲的敢无理？有理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咱台湾退啊，真正台湾退啊。所以有当想着台湾人哦，心会疼呢。安尼要安怎？即摆救台湾的是啥物人？敢若台湾民众，敢若靠靠在座各位啦。所以咱在座的各位的头脑一定要清楚。咱在座各位头脑若无清楚，我甲各位讲啊，台湾以后再见啦。当然啦，像我，还是咱这所谓干部，那咱这年龄哦，坦白讲哦，离开那一天也不会很久了。啊，咱是拼啥？咱是拼啥？这些人陪各位，你看，恁七个人尔嘞，我那几啊个嘞，赶快底下睡睡地板嘞，赶快一只袂当过得很舒服的日子呢，直接也无灵气啊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的人我讲，其实哦，咱这同学哦，拢真好命呢。咱顶期哦，有两个学员啊，爸母为着要回来上课啊，家鼓励啊，你若去上课哦，我一个人贴你三千块，啊，佫派一个保镖呢。啊，暗时哦，派细甲讲哦，阮请假一时时啊吼，啊，出去我无回来。啊！第二天早上回来吃早餐呢，哇！你是在对那出去请假，请两久，你又不是住伫台北啊？无啦，我伫桃园哦。啊，因爸爸甲妈妈讲，因两个囡仔要求讲，都爱困伫迄个啊，做有冷气房的才会使。哦，我较早讲的，我嘛要去啊。但是呢，我一旦考验讲哦，父母用心良苦，伊为着要伊个囡仔来上这个课，互伊知影真正的台湾地位，花钱。我伊两个囡仔阁有要求呢，上完课礼拜天三点半一定爱互伊去台北市去踅一下，很南部的啦，吼、哦。但是我是讲这个，我唔是甲笑，我是要讲这落、个、这个、例子是啥？做爸母的真正用心良苦。当然，我们的下一届是这个八月五号、六号、七号了，啊、哦，而且咱第三届。当然，有当想想哦，安尼敢若七个、九个啊，啊，很累呢。哦，我在想讲，哦，是不是不办？但是我在想想讲哦，啊，为了台湾，今日就是两个人嘛，照常去上课，那种是特别家教班的，一对一都不止哎。所以呢，你们要感到很庆幸，咱真真正正有心要给各位小朋友，啊，讲小朋友不是，因为大家拢未小，拢大汉啊嘛吼，啊，有特别毕业啊嘛吼，高中小学生吼，特别讲吼。台湾的地位都非常重要，但是真深啦。台湾的地位真复杂啦。但是要强调各位就讲哦，你要会记哩，你永永远远不是台湾人，是本土台湾人。各位，各讲一摆，你不是台湾人，是本土台湾人 ，the people of Taiwan。因为你若讲台湾人哦，马英九随车，比你较大声，徛出来讲哦，我嘛是台湾人。所以咱来讲，我是本土台湾人，伊就无法度站出来讲，咱是本土的台湾人，咱是在生就生在这个所在。啊，有的人是讲，我认同台湾就好 ，no， 认同台湾，以效忠要效忠谁不知道。你若中国人，伊爱效忠啥？伊中国，不是效忠咱。一个法，伫去年六月二十七号签了。哦，有人反对啦，哦，台联的反对。这个蔡英文不爱讲，他不讲说赞成或者反对。各位，咱民政府赞成。当然，一个法签了后，台湾有一部分的农业会受到伤害，那是因为政府的无能，管理者无能。一个法签了，对台湾有偌好处，你敢知影？就是美军若入来台湾，美国军事政府进来台湾的时候，会当将这中国人安怎，请因回去啊？啊，以前要请因回去，因会安怎讲？因为我们不能回去啊，阮咧国共内战啊，
啊，若甲叫伊转来哦，第一，伊是难民；第二，伊若转来会去用台，啊，这拢对。但是一克法签了，就表示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。啊，若和解以后，即中国人会当转去中国啊，袂去用台啊。所以，因为一克法签了，咱这个公民权利法案就能够实施了。其实美国叫咱做这个公民权利法案是有目的的，伊所隐藏的目的伫这个所在，啊，有的人是袂一定看，这是政治上一种的美国的政府的操作。伊安尼操作落到底，伊伫顶个月嘛替咱宣布啊，伊讲金门马祖的人若要签国籍，爱签中国籍，有无？是伫替咱讲的呢，替民政府讲的呢。啊，即讲咱的通过了，伊就宣布这个，伊就是要让遐中国人知影。有一天，咱即要将这中国伫住伫台湾这中国人要安怎处理？真简单，遣送金门妈祖。你已经不用在台湾继续流亡了。因本来是难民在台湾，其实不是难民啊，啊，不是，伊其实是难民啊。啊，伊这个眷村啊，是咧骗台湾人。现在眷村其实叫做难民营，达赖喇嘛在印度的流亡政府，伊是甲印度租土地户籍呢。中华民国敢有户籍予台湾？没有呢。伊的难民营敢有户籍予台湾人？没有呢。大家拢知影啦，税处爱付人厝税钱，对不对？欠咱遮尔啊久的钱咩啦？咱唔是干那无甲提钱尔呢？咱个都付伊钱。哎，老欧啊，一个月都阁花14000块，厝好大，啊，即马厝阁阁翻修，若要选总统的马英九都阁翻修。台湾人实在讲哦，真正是戆牛啦，做牛做马，那遮个钱拢甲俭俭起来，咱台湾过真好的日子啦。所以民政府的政策的第一条，满18岁以上的查甫查某囡仔，拢有一栋厝，免钱的。但是有的人问讲，啊，钱为着来？台湾哦，干即块台湾即个基地租予美军哦，绰绰有余。遐老乌啊，遐眷村甲收倒转来哦，绰绰有余。你要住偌久啊，嘛还偌久，免烦恼啦。遐拢是咱的厝呢，伊爱转去中国呢。啊，若无要转去中国，甲伊讲，你过去领的钱拢吐倒出来，这转型正义啊！我无必要取你呢，你也毋是我非亲非故啊！啊，你来台湾阁甲我糟蹋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今日讲遮我无讲真深啦，因为遮小朋友吼，我袂讲伤济，哦，适可而止，他一半就好啊。啊，因为恁伫校会拄着一寡情况，哦，啊，适可而止。咱就等下因为三点嘛，吼，啊，即个三点的时阵哦，咱马上要结业式，结业式啊，今天很难得啦，吼。我恁即届真特别，咱的迄、那个咱的副主席吼、哦，美国佮兼咱的民政府驻美国的代表吼、哦，蔡明华先生吼、哦，拄啊好伊转来，啊，所以等下即个也做咱结训的时阵吼、哦，啊，咱副主席要甲咱讲话，啊，最后呢，吼、哦，咱的国务总理，咱即马民政府虽然是还没有执政啦，但是有一天若执政的时候，你就知影这国务院的这国务总理吼、哦、有偌大呢。普通时讲，哦，你安尼甲伊讲，哦，老蔡你好，迄个时阵就不一样啊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来看嘛，咱的参议院的院长嘛，就是遮呢。迄后摆啊，民政府啊执政的时候，参议院院长你无，你甲伊讲话都排队哦。我无骗你，所以今日哦，趁这个机会哦，啊，大家才这样来亲近哦。啊，你哦，张教授你好，哦啊，蔡先生你好，蔡总理你好，大家很平民。但我相信呢，咱就是进前去一天。赶快，我们会保持咱的平民的迄个状态，因为咱台湾啊，咱有法度有迄个能力，来建设一个真好真好的暂时未来的国家啦。敢那秘书啊，硕华伊伫迄节目内底讲，梦中的国家，咱的梦中的国家特别实现啊，安尼好冇？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起立，立正，敬礼。